10月18日，韩国男星 Big Bang 胜利被粉丝拍到与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手挽手出现在 YG 公司的大楼。只见胜利与该女子手挽着手，非常亲密，且惜女朋友出现在公众场合。是不是终于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？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胜利 Seungri 胜利，本名李胜贤、李胜炫，199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，韩国男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，韩国男子组合 Big Bang 成员。作为组合的最小的成员，可谓是在注重艺人私生活品德的韩国演艺圈最清新脱俗的一位忙内。 Big Bang 的成员中，胜利充当了国际外交官的角色。 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不仅曾参与中国节目《加油美少女》的导师录制，曾经在日本的发展也十分顺利。在日本发展期间，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旗下的写真杂志 Friday 出版的刊物中曝出了韩国 Big Bang 成员胜利掐女友脖子的床照，引起网友的疯狂转载。不仅如此，胜利还曾经经历过疑似酒后驾车车祸、被好友诈骗、在中国高铁上等事件的争议，但是由于事后积极认错以及努力工作的态度，让大家觉得只是一个担当了这样人设的爱豆。 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在韩国一档旅游节目《辛酸旅行》中，Big Bang 胜利要求前韩国版 Produce 101出道组合 IOI 现女团 GOKIDEN 的成员金世正，在节目中同行的五个韩国男明星挑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人，并且为他倒酒。在一个周围都是男孩子的场合，对单独的女性做出这样的要求，在综艺的氛围里面，可以理解胜利是为了活跃气氛而发出的请求，但是在韩国网友看来，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到女性的权益，可以构成性骚扰举报的事项。 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虽然这件事没有完整发酵，但是公众对于胜利形象的争议又多了复杂的评判因素。作为一个争议颇多的爱豆，相比较于其他安安稳稳做标准艺人模板爱豆的人来说，曝光恋情这种事情反而会让大众容易接受，并且有一种这个人终于长大了的感觉。据网上曝出的绯闻，女友长相非常漂亮，身材娇小，可以与女艺人相媲美了。女友曝光后，有疯狂的粉丝扒出从一年前胜利与该女子在 ins 上就十分暧昧，经常一起用情侣用品，恋情似乎已经超过一年。 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许多粉丝不愿意接受胜利女友的设定，相对于太阳和女朋友闵孝琳善男信女的搭配，粉丝们质疑起了女友整容、生活奢靡的网红作风，并大批进入 ins 辱骂胜利的女朋友。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女方想要避嫌，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很多张与其他男人拍摄的婚纱照，但是却也于事无补，胜利的粉丝的怒火也得不到平息。 Big Bang 胜利与女生手挽手现身，网友有洗心革面、好好做人的感觉。
对此，笔者表示，李胜利今年已经30岁了，谈恋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如果他这次真的认真恋爱，决定公开的话，对于他本人的生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远离艺人私生活，多关注艺人作品，愿大家理智追星。